吓我一跳！干嘛啦？饿了。帮我洗水果。你水要帮我关。习惯啦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但浪费水的人这么多，又差我一个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别人浪费水一天，你也要浪费水一天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种事情应该从教育做起。只说事态的补救是没有用的。是没错啦。这些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改变的话，环境也不会改变的。这种事情就应该交给政府的最高权力来做才对啊。不然我开一个挑战好了，如果你能完成的话，我就不逼你薪水啦。乖。取水要走23公里。喂，地图啊。好的，如果你能从这边走到这边，再从这边绕回来这边，没有放弃的话，我就不会逼你省水啦。省水啦，嘿嘿，还好吗？要不要先洗个澡？我已经洗了。